公子，我不是有意撞到你的，我是在追兔子。是了，寒生，你已经忘却了我，这只不过是一场偶遇。可你现在为何不在宫中？兔子成精了！ 娘亲，我不是你娘亲。公子，我还未嫁人呢，我真不是他娘亲。爹爹，想必你就是阿莫吧？嗯，他手流血了。 你是法师，还是说你也是妖怪？但我不会伤害你。我也没觉得你会伤害我，只是我有点好奇。好奇什么？好奇这世上的妖怪，是不是都似你这般好看？ 我的真面目狰狞得很，以免吓坏了姑娘。哦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等一下，别怕，阿莫。 娘亲带你去买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